打一辈子经济，做一辈子朋友。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这一期由少帮主带来的《星际争霸二》精彩战报解说。对阵的双方是来自于虫族选手 Vortex， 还有我们的神族选手 Crank。好的，那这两名选手呢，来到了我们地图云之国度啊，一场精彩的 PVC 马上就要开始了。看一看啊，这个神族选手呢 ，Crank 好像、第一次解说他啊，这个名字好像见的比较少。而 Vortex 呢，大概我解说过也不下五场八场的了吧？大家可能一些老观众是比较熟悉的，这个还是有点实力的。没记错的话，好像是西班牙的是吧？挺有实力的一个选手。好，这边呢，这个 Crank 呢放弃一颗水晶塔，直接进行探路。那么神族这个开局呢，肯定还是一个开二矿的打法，不是常规的，也没准啊，突然来个地堡 rush 也是有可能的。不过虫族只要是先放血池的话，一般不会出现这种地堡 rush 虫族二矿这种打法，成功率比较低啊。看虫族偷不偷啊？裸双的虫族呢，现在也是非常的多。那么裸双的情况下呢，最好还是拉一个农民跟着对手农民，或者说是很早的放下血池，裸双完了以后补农民直接放血池。前两天去上个周末吧，应该是去上海了，所以呢有两天没有时间给大家发视频，可能有些观众等急了，我看有留言当中也是说到了这边神族农民在干扰对手采矿，致使这个虫族总有一片矿不能及时采着这个小操作做的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个呢，我们普通玩家玩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不要因为这个小操作浪费家里面的这个时间点。比如说神族现在是可以，就是他确定自己要裸双的话，反正你是攒钱嘛，你可以在前线多操作一点。好，虫族直接顺势拉出两个农民去干扰这个，就把对手的神族农民打跑吧。看神族农民会不会放个水晶。如果放水晶的话呢，家里面就要早点补 BF。哎呀，这直接被咬掉了，这你敢信？这个虫族农民还是比较开心的。当然，神族农民也是为了多干扰一会儿嘛。这边放下一个 BF， 然后做第二颗水晶塔，放第一个 BG， 把路口封小。不过他这可以先放 BG， 因为他人口16-18呀，他如果是17-18或者18-18的话，就是优先要放水晶的，他想这样的话呢，不停农民一直在慢慢的造，放 BG， 把路口缩小到就是一个单位可以通过，一个叉叉兵就可以站住自己路口去上海呢，跟我们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星期五学星期二的一些学员见了一些就聚会了一下吧和我们这个寨主还有景年还有我们班长景年和学习委员烤肉君我们一起吃了个饭寨主是很开心这个说既然帮主来上海了，烤肉也在上海，能不能把烤肉也叫出来？我说好啊，我看寨主跟烤肉这个也非常想见一面，所以看一下这边咬过去，我们还一起合影了。到时候呢大家懂的，这个左边是烤肉，右边是景年，中间是帮主的这样的照片呢，我相信大家也非常的期待，请大家关注我们这个很多的节目像星期五学星价还有每周星战报都有可能会随机放出好的，神族这边家里面起了双气，然后放 BY 开始采集这个双气不是同时放的，还先放了一个气矿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同时放下双气。闲话少说，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虫族这边的一个蟑螂池三矿要爆一波蟑螂了，这可能是要压制一下神族的二矿，看一下他会停农民吧，现在已经停农民留钱了，那这样的话是三基地爆蟑螂农民数量非常少，但是这波的进攻呢会非常的强大。虫族16农民停农民爆蟑螂，然后神族已经补到了30农民看这波蟑螂现在出七，这基地否了是吧这是骗对手的，可是对手根本没出来侦查是吧对手由于这时候对手侦查的时间比较晚这个骗对手的想法呢也是看了我们一期每周星战报的虫族玩家的这个节目以后我们的欧洲选手也是学会了这一招，骗的还是不错的因为他已经开始生产自己部队压过去了。好的，对手这边他再次这次真是放三矿了，我估计这是真要放三矿了。好，看到三矿呢，其实神族还是挺开心的，不用防守了，出个小妈妈船，还是挺稳的，放了第二个地堡，如果说这个地堡不放的话，可能就走远了，这个地堡在外面非常容易被点掉。好，虫族在神族三矿位集结了一下自己部队，看一看职业选手打这个蟑螂 rush 的话，效果怎么样？关键小妈妈船出来，小妈妈船虽然没有能量给自己基地放大地堡。
但是现在可以攻击的，打狗虽然比较慢，打蟑螂更是慢，小猫完全打不过。好，主动拖农民，挡住这两个地堡，两个地堡。好的，看农民挡住，现在蟑螂进不去。好的，用农民消耗对手的这个蟑螂前排的血量。好，这一波神族拖农民还是非常果断的，又出了个哨兵。啊，看来 rush 不下来了。啊，这一波 rush 之后啊，我觉得是神族有优势的。神族农民是29，虫族农民15。虽然虫族有三个基地啊，但是农民现在差有点多，还选择强行的 rush 吗？这样的话前途不是很好啊，不是很明朗。点掉对手一颗水晶塔，然后对手又用两个建筑再次堵上，虚空出来了啊！这波神族还是挡住了。好的，那么大家看到在重庆之心当中啊，就由于有小妈妈船这个单位的存在，很多的 rush 都在前期呢被化解了啊，像七蟑螂 rush 或者是刚才这种，它好像是六蟑螂 rush 或七蟑螂 rush 的话，在自由之翼当中是对神族这种开换打法是威胁很大的。但是有个小妈妈船在天上啊，多少是增加了一个一直持续的输出伤害，还是非常不错的。好，虫族爆了一波提速狗啊，这个虚空一旦出门以后啊，虫族是随时可以把提速狗溜进去的啊。对手这边虽然占了两个哨兵，但是哦，这个应该还是可以堵住的。要看这两个哨兵如果不离开的话就没问题，一旦离开就是事儿啊！啊，虫族又补了一些农民，但是现在农民还是有点少，跟神族比起来差很多。好，一个立场隔开，小狗跑开，用四五条狗的代价吧。啊，对手转到了两个虚空了，看看神族接下来怎么选。因为出虚空的话呢，虫族有可能就是出刺蛇来对抗。小妈妈船在这边守，赶走对手的小狗，虚空也追了过来，同时放出自己的三矿。虫族接下来还在补农民，然后做了几个防空来应对对手的虚空。然后每个基地呢又有皇后，这边皇后好像回来了，刚才是爬出去铺军塔了。有虚空防守，这个小狗也不敢强行的咬，加上哨兵，路口占了个叉，但是这个小狗是可以通过的啊，这个有可能是个隐患。不过目前看虫族不太可能抱一堆狗。弗兰克刚才防守细节做的还真是不错，如果他没有果断拉农民过来来挡这个路口的话，可能他真的让蟑螂进去把第二个地堡点掉啊，就很危险了。大家可以学习一下我们这些职业选手在那个防守的细节。进攻上面刚才虫族做的是非常不错了，这无论是爆蟑螂的时间点，16农民踩前，然后3农民踩气，再加上这边3基地的这个假开矿否掉，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细节。对手来不来农民是一回事啊，但是要做的是这件事情，就是如果对手来了正好看到我开三矿，假开三矿。但是唯一有一点不好之处，就是他刚才二矿一个农民都没有，还是要做一点这个阻挡措施，放两条狗加一个皇后的话，就是把主矿的这个皇后拉到二矿去，然后给二矿加冲了就好一点，然后路口一站皇后加小狗，对手农民进不来，就看不到你二矿有多少农民。那这种骗法还是很实用的，在天梯里面。而神族这边用幻象的这个技能呢，去侦查虫族家里的一个动向。由于幻象这个血量只有一半啊，受到伤害加血量是一样的，就是受到伤害加100%，所以呢，这个侦查起来有时候还是会死得很快。好，这边三皇后占四虚空，哦，加两个防空的话，你还真打不过虚空，选择了后退。这边是几个 VS 啊？这边是三 VS 出虚空，哇，这个出虚空的打法啊，这个很容易被一波打死的。如果说对手纯刺蛇的话，你这个三 VS 虚空打不过的。大家射程都是六，对吧？虚空虽然有充能的能力，但是刺蛇毕竟便宜啊。但是据不科学的完全统计，一个虚空可以单挑四刺蛇是吗？开了这个虚空的光束以后有没有那么强？但是如果刺蛇多了的话，秒虚空我觉得也是很快的。而且刺蛇这个东西现在很多选手都是搭配皇后的，皇后的给刺蛇加血，虚空只要不秒掉，这一加回来就需要承担更多很多的伤害，这些刺蛇就很威武。好，神族这边侦查过以后，在野外放了两颗水晶塔，这是怎么想的呢？这个节奏出虚空的话，应该是不会出现什么换家的情况。好，纯虚空三 VS， 然后升地面的一攻，我觉得虚空加叉叉是很强的一个组合。哎，虚空加叉叉是很强的。哦，这边一个蟑螂，我看到这么多虚空，蟑螂仿佛也明白了什么，
全力的虫族在报刺蛇，看虫族现在农民应该是补上来了，70个农民，神族也是70个农民，人口方面双方126-126，虫族是没有优势的。攻防上面呢，虫族一攻一防马上点完，而虚空的状况我们来看一下，非常健康的一攻加上一护盾吗？他居然优先升的一护盾啊！啊，果然是升的一护盾。他的 BF 里升的是一护盾，之后再升的一攻。他觉得护盾呢，空军和地面都会享受的，所以他升了一护盾。神族在各种角落派水晶，这个还被对手看到了。哦，刺蛇加蟑螂，刺蛇加上皇后的这个奶妈流的组合，选择了突进。这样千里迢迢过去，对手的地堡阵刚刚摆好，我感觉虫族很亏啊，一个减速立场，这不能打呀，这绝对不能冲啊。这个对手高爆发配合上这个地堡的吸引火力，这点刺蛇真的不够看。好，强行打，看皇后的加血，皇后加血，加血呢？好，加上一口。哎呀，这加血感觉，哎呀，打不过，打不过，有点冲动了。人口没有优势的情况啊。好，是小妈妈船使用减速罩来让对手的这个刺蛇，最可气的刺蛇还是没有速度的。哎，这个 timing 掌握的不太好，被挡住一波。神族继续爆虚空，加上补了几个 BG 是吧？啊，补了几个 BG。虫族这波赶紧回家吧，要不然会被虚空抓死的。虚空现在的数量已经达到了14架，而且又生产3架。虫族续的是皇后加上刺蛇，但军坦铺的有点慢。又来了，这个路口别冲了，这样冲下去非常的伤。好，通过加血来把对手地堡先清掉。小妈妈船这时候可以放自动炮台了，看会不会想到，哦，这边虚空数量剩的很多，刺蛇扛不住了，往回退。这个组合，确实是需要在军坦的这种移动速度上才比较好打。啊，对手也送一个虚空，现在虫族人口155，又爆了11条刺蛇出来。然后神族是167，哦，直接转到引刀啊 ，VD。这个时候打引刀还是不错的，多线打一个骚扰，让这个前线机动性比较差的虫族部队呢无法回救。哎，不像有小狗的这种部队，或者说是有提速蟑螂这种部队啊。飞奔一样的就可以回救一下，而且你的皇后都在前线，加血能力呢也都在前线，家里面很有可能是被对手强拆的啊，比如说基地啊，去四把引刀一把砍爆你啊。好，现在又寻求交战，哎，小妈妈船没点掉，这是一个机会，自动炮台没有开启。好，刺蛇现在有点分散，就是虚空的位置非常不错。好，看一下皇后能不能加够血，加了几口血再冲上去跟虚空进行交换，传了一波叉，这波叉是很重要的，叉叉在前排做肉盾啊，刺蛇只能撤退，非常漂亮。这边又传了四个叉叉兵去跟农民对搏，那这样的话只能靠新出来的刺蛇来挡，但刺蛇呢如果在肉搏战当中又是打不过叉叉兵的，这个叉叉兵是一个非常好的肉盾单位。好，把刺蛇选中去前线，就是虚空加叉叉，你刺蛇出的再多都不怕你啊。接下来就是提速叉加虚空，那这个组合的话，刺蛇就不能站着输出，叉叉兵砍刺蛇在近身以后简直就是逆天的存在啊。所以说还是要出蟑螂加刺蛇，但蟑螂加刺蛇对手的虚空又太多，这个局面上确实虫族现在很难打，所以有叉叉兵顶在前面，刺蛇很没办法。好，双方从这个15分钟开始就在不停的交换，但是总的来说神族经济更好一些，毕竟四矿在手的神族。好，果然是四把引刀，这是我在打到神族这个局面上最爱干的一件事情啊，四把引刀砍农民之后把这个是基地直接砍掉，没有皇后的加血这个基地是绝对保不住的。而且这个他这个攻防还不高，一攻一防，我通常这个时候过来都是三攻的，你看他这由于没有三攻，一般三攻的这个引刀直接砍爆这个基地，根本不给你机会啊！刚刚他如果不砍农民也能砍爆，这是刺蛇机动性比较差的一个问题。再传一波叉，强行点这个基地，没有问题啊。虫族，这边还是很危险。94啊，加口血吧，确实你没有皇后加血，这个基地在引刀和叉叉面前很快就死。虚空到前面找便宜，神族人口现在192，优势还比较大。虫族170啊，这个人口比较低，现在开出了一个五矿，一波提速差过去把农民怒砍了一波啊，农民赶紧跑，农民这边已经很少了，看一下农民数量的总量是71，哦，神族91啊，就持续用虚空跟你换就可以了。同时又开出一片新矿五矿啊，这个虫族的前期没有 rush 下来，
被神族防下的一波啊。神族虽然损失了很多农民，但是确实对于他来说是不亏的。那这边是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架势呢？就应该农民是想过去，结果发现没点穿矿，被堵住了是吧？啊，这边就过去了，尴尬。好，前线开始拍水晶，棱镜，查查兵。哦，这个神族一打到这种局面，一定要把多线能力打开。你看虚空这波冲过去，拆完了基地就跑，肯定是这个节奏，吸引对手一点点火力啊。这边是一波叉子的空投，加上刷引刀，你看这虚空太恐怖了，就拆家虚空是很强的。只要再搭配一个，哎呦，被定住了，定住了，哦，损失有点大。这一波定的漂亮，感染虫出来的极其漂亮，这一波太帅了。这神族要被带走了吗？136人口，虫族太强了，这一波打的，这感染虫太是时候了，这简直就是无敌般的存在啊！刚才虚这神族怎么办？风暴战舰，好的。这要是被虫族翻盘了，虫族玩家真的是要笑开了花了啊！神族就非常尴尬，这么大优势没玩好啊！拆完基地就应该走啊，被对手直接感染虫抓了一波，抓到死，所有虚空全送。不过神族刚才积攒的经济优势现在还是有的，很快把人口追回来，自动炮台打开，强冲，这是虫族非常好的一次机会。但是虫族感染虫能量不多，先接了一把定，然后刺蛇再输出，哇，追猎数量有点多，哎呦，感觉攻防上面虫族是有点吃亏的，两攻两防。而神族地面已经两攻一防一护盾，而空军呢又是三攻，哎呦，这波刷兵刷太狠，虫族还是没打过，风暴战舰换的基本上换光，剩一只，啊，一架，然后虚空又出来了三个，配合上那个局部的防御的作战啊，确实神族现在有这个大地堡的存在，还是很有效果。你看大地堡输出攻击频率非常的高，攻击射程又非常的远。好的，那这一波刷掉以后，神族这个人口又领先对手20，而且经济上面神族也非常的好。虫族现在很穷，被多线打得很头痛。刚才呢又是这个基地还好，两把引刀强砍这个基地，看能不能砍掉。哦，差一刀，差一刀，一刀砍掉了。GG 啊，这个 Vortex 最终是没有办法坚持下去，非常精彩一场 ZVP。我觉得虫族这波抓的也非常漂亮，如果没抓这一波的话，我觉得神族是一边倒的局势。但是让我们看到虫族玩家在这种局面下还是非常有机会的。虚空这个东西特别怕感染虫啊，我强烈推荐就是遇到这个，这个虚空或者风暴战舰这样组合的这个神族玩家，虫族就出腐化、刺蛇加感染这三个单位就可以克制它啊。如果说你像刚才那种纯刺蛇加感染也可以，但一定要靠感染定身抓住虚空以后，虚空本身伤血也高，而且虚空只要不能操作，不能把虚空往后拉，不能让它的充能发挥到极致的话，还是非常弱的。这个单位被感染定住以后就是送啊。这个很多玩家在天梯里面会遇到这种情况，对手爆虚空、爆风暴，然后非常猥琐的来打这种防守流啊，包括我也这么打过。这是一种战术，但是破解方法很简单，用感染虫定住它的虚空海，然后用刺蛇输出它。刺蛇的高 TPS 也不是吹水的啊，非常强。好的，那么如果大家喜欢少帮主视频的话，持续关注我们的新一期节目，那么一个星期至少是有4部星际视频的，这个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啊，同时呢，到我星际的论坛进行一个讨论啊，我星际论坛还有很多的玩家可以帮助新手解答一些问题，也可以讨论一些赛事以及这个游戏的打法，而且我们还有一些自主的玩家制作视频，还有我们一些民间的这个 YY 活动，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希望大家能够积极参与。好的，感谢大家收看，再见。